经济之潮在郑州涌动。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，郑州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愈发频繁，众多企业踏出国门，扬帆海外，探寻无限商机，外来投资者接踵而至，共谋发展，共创美好未来。而我的公司亦受其惠，特别是与外国友人的业务合作日益增多。作为一名传媒人，我愿用镜头去捕捉，去记录，去讲述中原大地的故事。在这片热土上，我与郑州共成长，与一带一路共辉煌。